哇塞，这个小孩要准备做运动下去游泳了吗？哇，这个是很大的水耶。还有玩具。还有玩具，还有这个下去。哇，太好玩了吧？对呀。嗯，你很喜欢玩水吗？对。哇，很多大水耶！等一下，差不多要关啊！你已经在脱裤子了。对。嗯。我要先脱。你要先脱，我来看这个大水，好像够了。好了，我们把水关起来。啊，不然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把这个水关起来，然后依依在这里脱裤子，我讲要准备下去游泳了吗？我那个脚卡住了，要想办法，不然就不能下去玩水了。是不是裤子里面有虫？嗯。是不是裤子里面有虫？啊，这里有很多水。那可以帮我脱掉吗？你要脱什么？这个你要脱衣服啊？嗯，不用脱了，就下去玩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还是给小孩要尿尿。哇，要尿尿哦！不行，只有穿衣服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湿掉。会湿掉。嗯。哦。对。这个小屁股在尿尿。